土豪哥出庭，脊椎受伤，惊爆曾在美孚饭店吸毒。看到这个庞大的身躯，就知道土豪哥又来了。只不过他这回走路看起来有点，因为他脊椎受伤了。一是因为太胖的关系吗？他六日被提讯出庭，体型和上月相比瘦了不少。他在庭中告诉法官，自己脊椎的三四五节很痛，不过精神很好，不影响讯问。而他被控在 W 饭店开毒趴害死小魔，虽然他在法庭中极力撇清，但传播妹慢慢六日出庭作证说，去年在 W 饭店开趴时，土豪哥曾两度拿钱要他到饭店十楼帮忙拿东西，疑似帮忙买毒。同案被告蔡逸学还在法庭中惊爆，过去曾和土豪哥在美孚大饭店开毒趴，还说当时的毒品也是由土豪哥提供。不过土豪哥听了仍然坚称我不知道，究竟他是真的不知情还是装傻，法官将查个水落石出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